欢迎大家来到肥妈教主。天热嚟啦，成日咧都带啲细路哥去出边食嘢食。我听讲噶咋，就话咧有啲奶色啊，有啲嘢咧，啲人因为要整到嗰啲冰好溶啊，整到嗰啲 form 好即系好软绵绵啊，就有摆啲猪油嗰啲入去。我哇，咁我点俾啲孙食啊？咁我谂下，不如喺屋企整沙冰啦，整个菠萝沙冰用乜嘢啫？有个食物处理器，好简单啫喎。嗱，我哋将菠萝倒落去。咁你可以新鮮菠蘿，可以罐頭菠蘿嘅，就適隨尊便啦，係嘛？嗱，而家啲菠蘿又平，咁啊擺碗冰落去，擺啲水，嗱呢度大概杯半水到啦，300ml，有咩做啫？喺屋企整。喂，你自己你可以擺唔同嘅生果嘛？自己整你先知道咩叫乾淨，咩叫係完美嘛？食物處理器咧就好在咩咧？佢時間快，打嗰個冰嘅時間係好快脆嘅。嗱，好似咁樣，你打佢一陣間佢就得噶啦，完全唔使理佢菠蘿冰同埋水。咁你話個菠蘿唔夠甜，咁你咪擺少少糖咯。但我覺得個菠蘿已經好甜啦，好夠味道啦。嗱，就咁啫嘛，你就可以變咗一個 smoothie 啦。好簡單，我哋就攞出嚟，倒出嚟就飲得啦。你食酒香口罩不上。跟住落嚟系播映《广州美食地图》，请继续欣赏。食欲正高涨，似在黑斑。男和女对，通通张开一张嘴，热辣辣嘅唾液渗出美味。和伴侣这刻再不分轻重，方知因爆爱吃饭。香葱碎，密集秘密感觉，确实令你痴醉。人情麻辣满犀利，情情而滑满畏惧，遇着肥美都变了十岁。